今天我们那个放牛兄弟北二高，北二高之放牛兄弟，对，能够很高兴来到这个台北后山，台北后山，宜兰，出哦，龙山林泡温泉，前面车在干嘛？有兄弟要做什么音乐呢？雷鬼在海边的那种穿短裤的，不好修剪的、哦。那永远年轻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的25岁。现在拍封面，那我先撤包。封面要把态度拿出来。什么态度？没有放牛的态度。放牛态度是什么？放牛就是放松的意思。在我的字典中，在我们两个字典中，牛就是松，放牛就是放松。我这一杯是这里独创的调酒，叫龙山林马提尼。我这杯叫龙山林特调。龙山林马提尼配上龙山林特调。我这杯是那个北二高之放牛兄弟。一杯就倒，所以调的特别浓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啤酒，一样值。我靠！这是0.5吧？没关系。其实调酒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东西，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。没关系。这个要沿着杯缘倒下去。就好像我们在喝咖啡一样，加奶精也是从旁边倒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能喝到咖啡不同的层次。好，有点太多了。最后再加上这个薄荷叶，这个是捣碎的，不是直接加啦。其实如果是可以把它揉碎再加进去，让那个薄荷的味道更能释放出来。再调一次还是很屌。再来是新鲜的葡萄柚汁，再来是新鲜的柠檬汁，随意。就看个人的口感，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喝比较酸，有些人喜欢喝比较甜，咬几下有关系。有些人喜欢喝比较浓的，所以就咬两下；然后喜欢喝比较淡的，就咬多下一点。然后这个就可以人是需要休息的，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。对，然后要休息要挑有质感的地方，龙山林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地方。再讲下去要找高定嘴代言费喽。